生来安宁，但你是否想过，云层之上，视线之外，有人刚经历了硝烟，有人在习惯着离别，有人迎着风险。搏击长空，心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这就是人民空军，生于11月11日。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人民空军最新官方宣传片《天空之上》的片段。今天是人民空军成立72周年的日子。从1949年11月11日那天起，他们把神圣使命扛在肩上，把人民安危举过头顶。抗美援朝空战击落击伤敌机425架，汶川地震空降兵15勇士惊天一跃，东海防空识别区管控，南海常态化战巡，多型运输机驰援武汉抗疫，多型战机绕岛巡航，他们的足迹遍布万里河山。在中国空军的成长史中，抗美援朝战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严酷的战争中，中国空军从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从小规模战斗到较大规模空战，逐步积累经验，为后来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与美国空军进行第一次空中交战。志愿军空四师10团28大队击伤美机1架。在大队长李翰的射击照相胶卷上看，被击中的是 F-84 轰炸机。此时他们与苏联空军共同升空学习实战仅仅1个月。连那个苏联专家都不敢相信，正经的飞员上全部送死的。刘帅说我们等不及了，战争就是要在这边打边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李翰旗开得胜，他在东北老航校的同学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刘亚龙参加会议自找命，自找你刘玉铁啊，你穆德康，你黄海，你这李虎，你这几个人，你们几个人，你们能不能像我这李翰一样啊，能不能打下飞机来？当时我们不说话，不敢说话，那大会上怎么说话？后来开完会了，在一块吃饭了，喝酒，喝2杯酒，这些壮胆，酒能壮胆呢。我去给刘亚龙去敬酒去，我刘司令，李翰能打下飞机了，我们也能打，只要叫我们上，我们就能上，就能打下飞机了。刘玉堤，空军1级战斗英雄，创下一次空战击落敌机4架的记录。刘玉堤是大胆到什么程度？对敌机开炮的时候，不能低于600公尺，不能低，一定开。刘玉堤400公尺开，近距离开。那大片就眼前爆炸，都那个什么，那个叫苏联教官感到很惊讶，太勇敢了，说太勇敢了，就是你再不打就撞上了。李翰、王海、林虎、刘玉堤、张基慧、赵宝同、鲁民，人民空军的第一代飞行员们，站位快，攻击猛，不怕死，用大无畏的空中拼刺刀精神。和苏联空军一起建立了著名的米格走廊，那就是青川江以北、鸭绿江以南的空域，在200英里的米格走廊，制空权不属于美军。赵宝同，人民空军历史上的空战之王，击落美机7架，击伤2架，创造志愿军飞行员个人最高战绩。王海，后来的空军第5任司令员，率队与美国空军激战80余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2020年8月2日，94岁的王海将军离我们而去。最后的岁月里，他这样勉励年轻的飞行员们：“哦，飞钱这个了，希望年轻人好好飞。”
逐梦空天，矢志强军。历经72年接续奋斗，人民空军正在新的起点上加速推进战略转型，从战略预警到空中打击，从常态化战巡南海到多机型绕岛巡航，每一架战鹰的起飞都是部队战斗力新的增长点，每一次任务的完成都彰显着人民空军守卫长空的信心与决心。 This is Chinese PLA Air Force. You are approaching China's territorial airspace. Leave immediately, or you will be intercepted. 警戒、驱离，歼16战机飞行员沈一的战场在茫茫东海之上。他和战友们把对祖国的爱融进了每一次起飞、每一场战斗。有敌情或者有不明的情况过来了，到家门口来了，然后呢，我们必须去查明是什么飞机，是来干什么的。我们的飞行员在听到指挥的口令要上去的时候，没有一丝的犹豫，都是果断的按照指令冲上去，也体现了我们现在飞行员敢于担当、敢于牺牲的精神。应对未知的风险需要勇气，更需要实力。为了练就空中拼刺刀的本领，背对背式的对抗空战训练成为沈一和战友们的日常。无论白天黑夜，无论内陆远海，不断地挑战极限，让飞行员们有了敢打的勇气和必胜的决心。我们要到不明情况的一些领域或者一些空域里面去，把敌人给拒止掉。后来我们相当于返航的时候，看到了祖国的海岸线，看到我们最近城市的灯光之后，突然就感觉一种执行完任务回家，一个是有种满足感，第二个就是我完成任务有一种自豪感。用战鹰的航迹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是轰六 K 飞行员孙陆宇和战友们眼中最特殊的浪漫。无论是绕岛巡航、战巡南海，还是展翅高原、利剑大漠，随着近些年任务数量越来越多，种类不断变化，飞行员们在空中阅遍祖国的壮美风景。可对于这群忠诚的空天守护者来说，最美的景象莫过于和平与安宁。蓝蓝的天空，蓝蓝的海水，一望无尽，这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觉得作为飞行员，怎么样表达对祖国的爱，就是把祖国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好，把祖国的领空守护好，这就是对祖国的爱。两栋洞四八，报告你的任务性质。奉命接迎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这是执行运送第八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任务的运20机组在万里高空说过最有底气的话。那一庄严神圣的时刻让所有人印象深刻。面对着109具摆放好的烈士遗骸的棺椁，我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触动很深，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和背负的使命更重了。我的内心有好多话想与英烈们说，告诉他们现在的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正如他们所愿。以国之重器致敬忠烈。当运20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两架歼11B全程护航伴飞。人民空军带回来的不仅是英雄的遗骨，更是他们不灭的信仰之光。先烈精神已融入每一位中国军人的血脉之中，激发出矢志打赢的必胜信念。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再落后，我们的人民更加有力量、有底气。铁血今犹在，山河已无恙。我想，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对英雄最好的致敬就是传承，守护好这份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国泰民安。扛起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当好祖国和人民的钢铁长城。当战鹰呼啸着划过蓝天，当电磁波在空中回荡，总有一群人的心始终紧紧与之连在一起。他们就是甘为骄子架天梯的机务兵，是潜心争先立天眼的雷达兵，更是人民空军逐梦空天征程中无数平凡的奋斗者。随着战机蒙布被揭开，李世成和战友们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和普通飞机相比，战斗机的结构系统更为复杂精密，其中的电子部件更是不胜枚举，而这都在机务兵的检修范围内。某些部位像土巴丝一样的裂纹你都得要看到，哪怕一颗铆钉掉下来了，
西进进道里了，发动机就可能不工作了，肯定就影响到了飞行的安全。每一个分配你的自身的一个岗位啊，都是非常重要的，缺一不可。在航空兵部队还有一群人，直到离开军营都未能亲眼见过他们守护和引导的战机，而是用时刻注视的目光守望着祖国的空天。他们就是空军雷达兵。这里是位于东南沿海的一座美丽小岛，游人们尽情享受着碧海蓝天带来的悠闲和舒适。然而他们却并不知道，在头顶的上空，无形的战斗时刻展开着激烈的较量。就在距离海滩不远处的一座山上，空军某雷达站的战斗警报几乎每天都会像这样响起。有时候一天都可以好几次，主要还是根据我们一个任务情况。去年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每天12个小时一样，连续个把月。最紧张的时候，基本上就眼睛有时候盯着都不敢眨的那种感觉，手上也一直在操作。虽然同在一座岛上，但山上和山下气候迥异，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让雷达站全年有280多天都笼罩在大雾中，严重时接连几个月这里都看不见太阳。尽管环境恶劣，但官兵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老兵周学文已经在这里服役了16年，然而有时面对突如其来的不明空情，他还是会紧张到汗流浃背。就跟上战场一样，我感觉就突然来了，突然走了，突然出现，突然又没了，必须这个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必须把这个空情掌握好，应对好。为了能够望得更远，看得更清，雷达兵往往屹立高山，驻扎海岛。有时候过年的时候，我就看到山上的万家灯火，然后看到烟花也放起来，有时候我就感觉穿透了黑夜，看到某家某户大家一家人坐着一起吃着热气腾的饭，在聊天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守护的意义啊。作为空军构建无人作战体系的重要装备，无人机飞机在今年中国航展上首次亮相后一直是备受关注。在人民空军成立72周年纪念日前夕，无人机全面投入实战化训练。在近日开展的一次多机型演练中，无人机按照命令起飞后，充分发挥自身高空长航时等能力优势，迅速规划侦察阵位，设置侦察航向，综合战场态势，快速捕获目标踪迹。随后，无人机将获取的各类信息上传至指挥所，为空中待战机群展开突防突击提供有力支撑。无人机作为空军新型无人作战装备，深度融入实战化训练体系，充分展现了人民空军在运用先进作战手段加快提升体系作战能力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在今年中国航展上首次亮相的歼16D 飞机已经投入实战化训练，支撑空军作战范围拓展和战略转型建设。近年来，歼20、运20、空警500、红9B 等一大批新型国产主战装备陆续投入实战化训练，空军战略预警、空中打击、防空反导、信息对抗、空降作战、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等能力不断提升。经过72年接续发展，新时代的人民空军历史性的跨入战略空军门槛，向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目标加速奋飞。